我不是来找他喝酒。是你？你们认识？我想跟婉，想跟如意单独聊一下，可以吗？啊，当然，你们聊吧。林小姐，这是你的手绢。我已经洗干净了，还给你，谢谢。我才要谢谢你呢，是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你不用这么客气，其实那天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对了，林小姐，这支笛子就请你转交给永祥。这不是我借给永祥的笛子吗？我在永祥车上拿的，本来想还给他，后来你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没有来得及还他，所以今天也一起带来了。谢谢。林小姐，我听永祥说你笛子吹得很好，我正想请教你。你别听他乱说，我只是喜欢罢了，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好。那你可以为我吹一曲吗？这没关系，如果不方便的话没关系。好，只要客人需要。林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林小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告诉我。我爸爸他。令尊怎么了？可是早上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看起来好好的，怎么会？不小心，在路上出了车祸，现在躺在医院急救呢。出了车祸，在医院急救。你赶快去，你快去医院看看你爸爸吧。可是，没关系，这里我来处理吧。高少爷，我刚刚才答应红衣，我怕万一，我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一切有我在，你放心。你现在赶紧去医院看看你爸爸吧，红衣那边我会跟他说的，快去吧。
谢谢，谢谢。这请你收下。高少爷，您这是？这是给如意姑娘赎身用的。高少爷要替如意赎身？那真是他的福气呀。只不过如意虽来含香楼的时间不长，但他是我最疼的人呢。您这么疼爱如意，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你估量算算，如意赎身费要多少？明天晚上我会把余款全送过来。当然，到时候你得把他的卖身契准备好。没问题。高少爷，您真有眼光。好，看你这么大方，我只好忍痛割爱了。那好，不过呢，我还有个请求。从现在开始，如意不能再陪酒接客了。你放心，如意已经是高少爷的人了，我怎么还敢让他接客呢？请你相信我，红姨我是懂规矩的。宛如，你怎么了？永香，是你啊。宛如，你放心，伯父已经没事了。永香，你怎么把衣服给我披上了？你快穿上啊，不然你会着凉的。我不冷，你盖着睡吧。啊，永香，这是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真的。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撑下去。宛如，没事，没事，有我在，你别哭，别哭了。宛如，红姨说等你父亲醒过来就叫你马上回去。少爷，你怎么那么晚？我妈呢？啊，老夫人已经睡了。福德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少爷，那您也早点休息吧。嗯。妈，刚才到哪儿去了？我说，到哪儿去了？老夫人，刚才少爷只是让我陪他出去走一走。我在问明辉，没你插嘴的份儿。哎，是。好，福德说出去走走，到哪里去走走了？说呀。到。说不下去了吧。有良。老夫人。福德竟然敢帮着少爷来骗我。按家法，你知道该怎么处置他吧？是。福德，跟我走。说到哪儿去了？妈，我。
疼疼死我了！啊啊啊！你竟然敢骗我！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去了寒香楼，还点了一个叫如意的女人。妈，其实我到寒香楼是因为去那种地方还有理由吗？以前我就告诫过你，不准去风月场所，你居然敢骗我偷偷的去，你是存心想气死我呀？妈，您听我解释。住口！20年前，你爸为了一个青楼女子，丢下了我们母子不顾。20年后的今天，换成我儿子，为一个青楼女子来向我解释，说到寒香楼去做什么？妈，我只是觉得宛如身世很可怜，想帮她一点忙而已。为她赎身，就帮一点忙嘛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青楼女子了？我，你要气死我！你要气死我是不是？你要气死我是不是？妈，阿姨，妈，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阿姨，宛如啊，以后你做了有钱人家的少奶奶，可要常联络，多照顾我和俊哥呀。红姨，你怎么突然说宛如要做有钱人家的少奶奶？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你们把宛如给卖了？不是卖，是有人替她赎身了。有人替她赎身？谁帮宛如赎身啊？为什么要帮她赎身啊？龙霞，你问这个话就多余了。帮宛如赎身呢，当然是因为喜欢宛如。宛如，俊哥恭喜你，以后你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了。宛如啊，你赶紧回芙蓉居准备一下吧，等高少爷来接你。说真的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走呢。刘霞，宛如要出阁了，你也过去帮忙吧。真好啊，没想到宛如的福气这么好，真希望她以后能够顺顺利利的嫁到高家。红姨，你就放心吧。红姨，高家总管来了。哦，快请进来。哎，好，来，请请。红姨进来可好啊？赵总管请坐。俊哥上茶。是。怎么样，生意如何？托你的福，还算不错。好，好，好。赵总管，您这次是？那。没想到赵总管这么快就把赎宛如的钱送来了。不不不，这是我们家老夫人给红姨的谢礼。没错，红姨，只要你答应我们家老夫人，一直把林宛如留在寒香楼，并且呢，不让任何人替她赎身。不但之前我家少爷预付的赎身费是你的，就连现在你眼前的这些钱也都是你的。红姨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这高家的势力，如果得罪了我家老夫人的话，这后果会怎么样，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你仔细想清楚，看是要把这些钱放进口袋呢，还是要跟我们家老夫人作对。
宛如，你真的好福气呀。那像我，判了五年，却依旧在含香楼里当花魁。春喜，春喜，别难过了。像你这么好的女孩，有一天，一定会有人带你离开含香楼的。今天这么好的日子，我们不谈这个了。待会儿，你和永祥到我丁香君喝上几杯，庆祝庆祝。这个永祥不知跑哪儿去了。我回来了。永祥。我准备好酒好菜，来给宛如好好庆祝庆祝。你来的正好，那我们就在这儿替宛如好好庆贺庆贺吧。好，来，宛如这边来。宛如，恭喜你，真的为你高兴。谢谢。你终于可以离开含香楼了。来，我们为了宛如庆祝庆祝，干，干一杯。来，干。宛如，马上上妆，准备去水仙坊接客。宛如，红爷，高少爷不是已经替宛如赎身了吗？高老夫人已经派人取消了这件事。什么？动作快点。宛如，宛如，你们出去吧，我要上妆了。宛如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敏慧啊，为了一个青楼女子，连一首曲子都不让我听完吗？那个女人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妈，宛如不是您所想象的那种人。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总之我不准你接近他，更别说在他身上花一分钱了。妈，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从明天起你不用天天到木行去，多花点时间跟锦凤准备订婚。我不要订婚。你不要跟锦凤订婚？是的，我不要和锦凤订婚。难道是为了含香楼那个女人吗？不，不是因为她，而是我对锦凤从来都没有过男女之间的感情，我不能够娶锦凤。还不快去追锦凤？去啊！锦凤，锦凤，你等等我，听我解释。锦凤，你听我说呀。听你说什么？说你不爱我吗？锦凤，我是爱你的。那你刚才为什么跟阿姨说你不爱我？我是真的爱你的，但是那份爱是
兄妹之情。兄妹之情，锦凤，我们俩从小就住在一起，这份感情是无法忘记、无法割舍的。对我而言，你是我最最珍爱的妹妹。我只是你最最珍爱的妹妹。对，你是我最最珍爱的妹妹，所以我不忍心看你受任何委屈。可是我，锦凤，对不起，请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我想自己静一静。锦凤，我真的不忍心让你受到伤害，请你听我解释。我不要听你解释，你走，你走啊！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我只知道我必须处理好韩向楼的事，不再让那个女人纠缠着少爷，好让订婚仪式顺利进行。因为只有像你这样温婉贤淑的女子才配得上少爷。夜深了，该休息了。有良，谢谢你。不必言谢，有良只做该做的事。往后呢，只要你有任何的需要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你就来了，伯父，我给你买了早点，你起来吃早点吧。哦，宛如呢？不来，宛如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啊？他今天事情比较多，走不开。哎，你看，他特意让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油条，伯父，你快吃吧。永祥，我这次出车祸，医药费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向红衣借的？这次医药费的确是向红衣借的，不过是要每个月从婉如的工资里扣的。伯父，刘翔啊，你还记得？小时候，你经常和宛如，你们到河边一块儿去抓鱼啊？当然记得，每次啊，我们俩都抓很多的鱼虾回来，他可高兴了。我知道。我还记得，有一次呢，我们去偷地瓜，被农夫发现了，他呀拿着锄头在后面追我们，差点就被追上了，真的很好玩。后来呢，我们就烤地瓜吃，啊，好香好香。那个时候我看到宛如高兴，我也特别高兴。你从小
就很照顾宛如。有你在他身边，宛如总是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只要宛如高兴，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。是啊，宛如交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龙霞，嗯，以后帮我好好照顾宛如，让她永远像从前那样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伯父，就算您不交代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我一定啊，尽我的全力，好好保护宛如，照顾宛如，一定让她快乐幸福。玉霞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永祥啊，我突然想吃小笼包子，你能不能给我买几个？小笼包子？是啊。哦，你赶快去帮我买回来，省得你中午再跑一趟。记得问他要点红辣酱。小笼包子加红辣酱？哎，好嘞，我现在去买。啊，永祥啊。伯父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你说你以后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宛如啊，让她快快乐乐的。哎呀，伯父，你放心吧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伯父，你谢什么呀？伯父，你先歇着，我去买了啊。龙翔，宛如。就拜托你了。宛如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真的不想离开你，爸爸真的不忍心离开你啊。宛如，爸要陪你完去了。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丢下？你怎么忍心丢下？我已经没有妈妈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爸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宛如，爸爸不忍呐。你妈妈刚死，爸现在又这样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儿，但是为了你的将来，爸爸只能这样做，爸爸不能拖累你啊。宛如，对不起，爸去了，爸陪你妈去了。刘老板都等你很久了，就是，对不起，到这里来你久等故意不来，哎，这像话吗？你说啊，哎，就是看我们都等，你看我们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还坐在我这里，快坐，坐在我这儿，来，坐到我边上，坐，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听说你现在可以陪酒了，我就急着先来报道。是啊，钱老板他特别的关心你呀，他呢今天无论如何要来捧你的场子。今天咱们大家要痛痛快快的喝，喝个痛快，干，一醉方休。是是，来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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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喝。哎，他怎么不喝呀？啊？哎，他怎么不喝呀？就是，哎，是啊。你各位老板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意他呀不会喝酒，这杯我来替他喝了。这等一下，这，给我出息。
谁说我不会喝酒？来，干杯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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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！钱老板，来，我敬你一杯，爽快！我陪你喝，来来来来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来喝啊！来，这杯呢？我要谢谢红姨，红姨，她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希望田老板、尤老板、蔡老板，以后你们一定要经常来韩香楼捧场光顾啊！哎，那一定啊，放心吧，一定的啊。来，那我就先干为敬。哎，好好好，痛快，哎，好痛快，好痛快，好痛快，真痛快啊！哎，果然是不同凡响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如意他酒量真不错呀！是啊，不错不错。春熙，来，再帮我倒杯酒。如意你。我叫你帮我倒酒，你就倒呗。这红姨不是说过了吗？不准得罪客人。喝，大家痛快的，高兴的喝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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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快，哎，来，痛快，好，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喝，喝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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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，来，来，来，干，干，干。这一杯呀，哎，哎呦，我要敬大家。如你们所说，人生，人生就是要高高兴兴，高兴高兴，快快乐乐的。哎，如意，这怎么了？来，那就为了这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我跟大家干杯。干，好，好，好，干杯，干，干，干，来，干，干，干。如意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各位老板，我们都知道如意的笛子吹得不错，我们让他吹一曲儿，怎么样啊？好，好，好，让他吹，一定得吹一个。对，不，我不吹，我今天，我今天不吹笛子，今天。我一定要陪各位喝个痛快。这个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！如意，如意，你不能喝，你不能再喝了。什么？如意，你不能再喝了，别喝了，让我喝，让我喝，你让我喝呀！别喝了，别喝了，我要喝酒，别再喝了。如意，我要不能喝了。对不起各位，如意喝多了，我要回家去休息了。我不来，如意，我要喝酒，如意，别喝了，我要喝酒。对不起啊，喝酒，别喝了，走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我要喝酒，对不起啊，我要喝酒。他怎么这样？去休息吧，哎哎，咱们喝，咱们喝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小插曲啊，别坏了我的雅兴啊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喝酒，喝酒，喝。宛如，来，小心。宛如，你今天喝太多了，这样会伤身体的。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任何人碰到这种事都接受不了的。我好苦，春熙，我好苦，春熙，我的心好痛，我心好痛，好痛。宛如，你哭出来吧，
你就大声地哭出来吧，也许这样你心里就会好受些。少爷，福德打听的怎么样？林小姐真是可怜啊，她今天晚上一直伤心的喝猛酒。喝猛酒？啊，他们都说她今天晚上非常反常，以前她是滴酒不沾的，可是今天晚上一会儿伤心的喝猛酒，一会儿又伤心的狂笑。还狂笑？她呀真是世上最不幸的女孩。我还听说她父亲是在去我们木行上班的路上被车撞伤的。啊，原来是我害了他。是啊，少爷，都是我们害的。宛如他接二连三遭遇不幸，一定很伤心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帮他离开韩香楼。宛如，我给你带吃的来了。宛如，宛如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宛如，你不能想不开啊！宛如，不要拦着我！宛如，你让我去死！不要拦着我！不要拦着我！宛如，你不要拦着我！宛如，你不能这样！宛如，杜甫临走前把你交给我，让我来照顾你好不好？宛如，让我来照顾你好不好？啊！爸妈都走了，铺子也没了，我现在一无所有了。我活下来，就必须天天去陪酒。我不如死了，死了一了百了，我还可以去陪我的爸。妈，你让我去死，你让我走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，宛如，你要是走了，你就是一个不孝女。伯父就是为了不想拖累你，让你过得好一点，他才走的。你可不能辜负伯父的苦心啊，宛如。让我过得好一点，我在韩香楼，我怎么能过得好啊？宛如，你说的对，伯父本来就不喜欢你到韩香楼做事。宛如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韩香楼，带你离开这里。你带我离开韩香楼，红衣会答应吗？我欠红衣的钱，我要怎么还给他呢？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先带你离开，日后我们再来取得红衣的谅解吧。行吗？行，日后我会向红衣好好解释的。宛如，走吧，现在走，快，我们走，走，来吧，玉香，快走啊！快快，快点，没事吧？宛如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对，没事。我跑得太快了，快走吧！再不走的话，等一下被红衣发现，我们就走不掉了。快走！我们休息一下吧。不要休息，快走吧！可你的脚，没关系的，我来背你。啊！我来背你，来。玉香，快快上来，快走，来。宛如，你们两个还想往哪里跑？俊哥，
不要打了，你们不要打永祥了，不要打了。红衣，俊哥，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不要打永祥了，这一切都跟他无关呢。红衣，我求求你了，谁也不用替谁求情，你们都是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永祥，红衣不仅没有亏待你们俩，而且对你们俩有恩，但是你们两个竟然背叛他，想一走了之。来啊！红衣，红衣，红衣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打永祥了，这一切都跟他无关呢，红衣。放了永祥，放了永祥吧，不要打了，红衣，我求你不要打了，我再也不离开汉香楼了，我再也不离开了，我再也不离开了。宛如，不要，红衣，我叫大柱子住手。你真的什么都听我的？我真的什么都听你的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没关系，我听得住，你千万记，千万不要答应红衣呀！我真的什么都听你的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